玩守约辅助。守约怎么辅助啊？妈的，谁吃大招啊？又要我吃东皇大招，我操，又一个人扛下所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，这来人昨晚打了局2400杯联盟赛，并且撞车 golf 守约 kiss ship。当然这个守约不按套路出牌，也是辅助守约，搞得赖神很是无奈啊。哪什么老有东皇啊，真的烦。雨雪发生在四级，这波赖神来到对面蓝野区想蹲人，结果被对面三人包夹，眼看无路可走，只能背水一战。 First blood， 打包还会升级。没事，哎呀，快点。五级这波最有趣，对面炸弹喵以为躲在草丛很安全，却被守约视野发现，赖神隔墙放大，吓得猫咪狂丢炸弹。集合，大招还未冷却。哈哈哈！You have been slain。他喵的！就在赖神束手无策之际，诸葛亮突然在上路打开了局面，这波双杀也让赖神明白队友很强，自己只管扛住伤害。收到，接手。没闪东皇，没闪，我就出一件末世，出了末世之后全出肉。收到，东皇，我就一件末世，第二件就霸主。我在赶，我在赶。我很 C 的，防御塔还想打败我，都是计算之中，知道吗？刚刚好。哎呀，没打到老虎，这吕布他，我能笑。这个吕布他有大吗？没有大，身体太庞大了。没事，打残两个，诸葛收割一样的。哎，老夫子要不要红？老夫子，拿红，拿红，给你红，给你红，给你红。这把出霸者，上一次东皇大的，你还给我红啊？给你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好阿里要。公主驾到是吧？我他妈还以为啥意思呢？妈的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此时游戏来到中期，赖神猫阵容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，只有老夫子一个前排，根本扛不住对方的伤害，即使大招捆住也很难留住对面。完了，完了，阿里。我操！大冤种阿里！哎，缓一下，缓一下，缓一下！你这样打要炸我，靠队友！八分钟，诸葛上去相秒相枪，被埋伏在草丛中的东皇当场按住。而此时辅助守约悄悄绕后，先杀残血东皇，还能带走猫咪。辅助守约，再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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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散弹轰他一枪。紧接着赖神上路带线被抓，如果只有老虎一人根本不怕，可是再加上东皇完全无法撑。
开开开，我把烟踩了。有羁绊，有羁绊，别站太远，别站太远，我们那边你被咬了跟不上的。啊行啊行。啊，你做事我放心。半途半途的，我去老虎那条路逮他。他后面有那个东皇的蓝草。来把交大了。哎，死一个。来，跟叔叔，秒两个。拉被我打断一波。牛逼，我杀完了，全杀完了，全输了，输了一波。线不够，装的线不够，别急，一个边会被清掉的，我把边线带了先，冷静，兄弟，上不一波了，请求集合，两个线，阿里小心阿里，我不要阴沟里乱传了，哎，弗莱打完出去加我好友啊，弗莱，打完举报，给个好友位啊，啊什么，我靠。不行，给个好友，哇靠 ！Victory， 每把都要这样子搞我心态，又是一个人吃东皇大的一把游戏，选个老六辅助，选个百里守约辅助，还好是赢了。虽然说我们家全是国标，但是这种行为还是不提倡。维特鲁威人 ，Kiss Ship， 是吧？你说老夫子辅助还行，至少老夫子辅助出肉还有点作用，还能上去扛一下开团。守约辅助真的队友很坐牢啊！我一个边路只能这么玩啊，我没有选择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么玩也挺舒服啊，挺舒服。对面看到我不想打我了，看我全是肉，行吧，赢了的份上，加个好友吧。